女皇啊，女皇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天提早洗2个小时，多赚点钱。老板，老板。 给俺个呀，老王，老白，老王，你给我把那个楼上的草给它除一下。听到没？你给老子回我一声啊！生意兴隆啊！哼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你先进来，那外面太阳大。 什么事儿？我是来找陈默白的。啊，老白，谁去找你？啊，还没睡醒呢。嗨，早上好。决定接受我的邀请了？我是来找你回瑞丰的。回瑞丰？ 陈默非让你来的啊？飞总现在很需要你回去，而且你刚晋级，时间点很关键。如果不加入企业车队，对你的职业生涯很不利。我最近学到了一个谈判制胜的法宝，如果想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那就抓到对方的痛处。如果你想让我听取你的建议，那你就得做我的工程师。不好意思，做不到。哎，别，等会儿，怎么就谈崩了？那个，除非你害怕天天跟我在一起，喜欢上我。你说的这个情况不符合克劳修斯定律。什么定律？ 简单来说，就是热这个东西，不可能从低温的物体传导到高温的物体上，它只会从高温的物体传导到低温的物体上。我跟你先……等会儿，什么高温、低温、低温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还是不懂的话，我可以列公式给你看。停停停停停停！你有列公式的这个功夫，不如多花点时间考虑考虑，做不做我的工程师？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那个打杂。 打怎么样？你来我这打杂，然后我就考虑考虑你的建议。怎么了？你能在瑞丰端茶倒水，你来我这打杂不行啊？10天。那除非你觉得你连10天都坚持不了，明天早上9点见。 Yes. 今天够准时的。不要忘了，你答应我，只要我能撑10天，你就回瑞丰。 也可能10天之后，你跟我留在 Skyfall。 来吧，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。这儿，胖子，干啥？你掉里面了？哎呀，再等等嘛，这也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呀。他们也不是每天都这样。哎，妈，你咋一大早都开始催着？我不想找媳妇吗？ 这找媳妇不祥吗？这我工作这个底儿，他都是个和尚庙，别说娶媳妇了，女娃娃的头发帽你都找不到。不行，你看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那不是有丫头吗？明明有姑娘在，还说和尚庙，你总是自己不上进。妈，他不是啊。
我跟你说不成，我不跟你说了。老板，哎，你上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回来给你安排工作。你呀，死活不回瑞丰，说好我拉赞助，你找工程师，这又是干嘛呀？工程师呢？这不来了吗？沈西，这是什么呀？德国，嗯，博士。对，老白，他之前确实帮了咱们两次，但你确定他能行吗？那可是甲级方程式，不是开玩笑的。相信我，以我的判断啊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没有谁比他更适合做我的工程师。当初我找许工他们三个来，你不也担心过吗？我们也走到了今天啊。所以相信我的相信。我信你，但是你确定沈西愿意加入咱们？别急嘛，一步一步来啊。我已经有了一套完整周密的计划。不是，你让这未来的工程师先打杂，你这几个意思？嗯，你看他明明很喜欢赛车啊，但是他说他不配。你这是打算循序渐进。店里那咖啡机就没热过。喝咖啡，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啊？咖啡因的半衰期是4到6个小时，下午4点之前喝不会睡不着。来，给大家郑重的介绍一下，沈西，未来10天在我们这里做前台。哎，原来有个前台这么好啊！哎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好的我都不习惯了。来，好，收。那我先去练车，你呢就跟着郝经理好好的熟悉一下环境啊。吃点啊，小酸菜，长大点。嗯，哈哈，王先生是吧？对，哎，欢迎欢迎。我是昨晚预约做保养的。您之前在我们店里啊预约的保养，一共有3个方案可以选，您看一下。啊，3800的、6800的和28888的，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要说划算呢，肯定是这个3800的最划算。这6800的和28888的其实没什么区别，就是那个零件不是进口的。哈哈，咱也没必要那么讲究，是不是？哈哈，好，那就选6800的吧。王哥选的真好，这个最划算。那好，等一下，我们店里好像没有28000这个项目。怎么没有啊？你是新来的，你不知道？真的没有，我整理了一遍。这个3800的跟6800的差别不大，就差4个部分。
火花塞、空滤、防冻液和刹车片都不是需要每年换的。我看了一下，你的车子买了一年，3800的就够了。你说的对，说的对。那王先生您，就选3800的吧。哦，行，来。王先生，您这边请，给你倒点水。不是，你刚干嘛拆穿我呀？你刚刚为什么要骗人啊？这怎么能叫骗呢？这是消费心理学。这28000的是咱们的参照组，6800是咱们的目标。但是如果这个目标是最贵的话，客人就会觉得咱们在坑他，所以我们要给出一个明显高出很多的价格，这样客人才会舒舒服服的接受咱们的方案。我只是觉得应该实事求是。我不也是被逼的吗？咱们这么小个修理厂，要支持陈蒙白比赛，多不容易。哎，又损失了几千块。李教练，我终于可以抛甲级了。我还发现了适合我的工程师，虽然他暂时还没答应我的要求，但我相信一定可以。那你还有空来我这儿？还不抓紧邀请人家去，拿出诚意来。从我这儿走出的车手啊，那一定得配同样顶尖的工程师。正在进行第一步，沉浸式感受我的团队，用集体的热情感染他。